Polski. Halo, szło. 然后这边的话，我刚才跟他们交代了一下，每个季度将会改进。你们抓好罗马的手，不要让他到处跑，不要笑，不要打闹，不要玩在里面。阿龙，请卡，听到？知道了是吧？因为这个是比较严肃的地方。还有我的思念，一寸一朵，一帘幕，一花一树一檀足。 真的，他们把他们埋在土里面。这个是他们比赛，比赛杀人，杀了100个人。比赛，他们两个日本人比赛谁杀的中国人最多。 杀了之后，全部扔在长江里面。长江，对，这个是他们的骨头，从长江里面挖出来的他们的骨头。啊，对对对，这个都是从长江里面找出来的。 救了很多中国人，对。你说。
对，你有医生也有其他的，他们救中国人。你哥哥看的那个电影，就是和他有关系，贝拉。感觉怎么样？啊，对，太恐怖了。
走出纪念馆后，每个人的心情都变得异常的沉重，也更加深知和平的来之不易。在俄罗斯的那三年是我人生中离战争最近的一次，但是俄罗斯丈母娘家一家四代的战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。丈母娘的爸爸曾经参加过列宁格勒保卫战，俄罗斯老丈人也是从车臣绞肉机中爬出来的，现在又轮到了大舅哥和二侄子。